斗阵吼，来去感谢母娘的保庇。是啦，是应该去感恩一下。志成啊，恁叫千涵伊做伙来。我来叫伊。妈，咱兜所有的代志拢是因运气的呢。啊，咱要去谢阮，敢有需要招因做伙去？讲些什么话啊？金夫人的代志，都是有惊无险过去。你现在有要去讲？你当初若真正听你的话吼，和金夫人成功对齐投真知，那个真正是问题的开始。阿妈，今天不要这么贵啊！啊？怎会安尼啊？啊，你有发现？敢是千寒传世遗珠传起来？无可能啊！因我今日鱼肉拢火烧，我咧想啊，有可能让你成只公，会对咱兜造成个影响，啊，无一定要继续活落来，对不起。望起来，王千寒都有淡薄仔用心甲自尊心。我阿姨无讲有这艰苦。千寒身边无钱，囡仔都出院了，我才听讲伊有出代志。千寒既然是妈妈。伊当然会甲因查某囝拄啊出院的代志禀报落，伊确定无问题，伊才会带因查某囝走。你唔好为伊自操啦。我安怎讲？千寒哦，嘛是牺牲家己的安全，才来保障咱业界。你安尼讲，白出咱业界专门咧做一款过桥拆桥棒的代志。妈，千寒是因为以前做做些无好的代志。现在良心发现，不再把金夫人押出来，伊遐个算作是牺牲家己的安全，而且伊即卖是家己要离开的哦，咱也无法赶啊。你敢袂记的？是你家己昨要甲伊赶出去，今仔日伊才离开的。伊若真正要离开，嘛无应该是即卖。你今仔日是毋是找到因？安尼请因某囝，迄个处境就真危险啊！我就是怕讲发生这种代志啊！啊，那你赶紧想办法，唔管安怎，都要留较找到人，一定要保护因我家的安全。我连你想看卖有可能去倒头，我先来先看卖。好，你紧去，人有消息哦，打电话进来讲去。我知道。